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好耐都冇玩一啲嘅改版啦，系啦，咁啊，最近啦，系啦，都出咗好多改版，我应该都有差唔多大半年冇玩啦，系啦，今日玩一只比较轻松简单少少啦，系啦，因为大陆嘅一个改版《金蝉脱壳》，系我唔知点解要用《金蝉脱壳》，咁然之后咧，佢呢一个你见到呢个字咧。我嚴重懷疑是畫上去的金蟬脫殼，咁佢咧，你見到個動畫咧，非常之即係點啊流暢咧，因為佢聲稱啊60fps 非常之高啊。咁我哋睇下先啦。咁呢個改版咧，聽講咧一啲特性啊有改嘅，劇情有改啦，跟住有啲新嘅精靈嘅，好似啊我都唔記得啦。咁我哋開始啦。哎，天就嚟黑啦，好快就可以收工啦。哎，工作嘅时候咧，唔好成日挂住翻屋企啊！我哋要继续翻工啊！哎，零零九等，欢迎你有精灵嘅世界。而家玩嘅系深金改版《金蝉脱壳》NDS， 系咪第一次玩呢个改版咧？首先介绍一下呢个世界。喺呢个改版入面咧，所有剧情都系原创嘅，部分主线同支线咧会出现一啲选项选择唔同嘅。OK。劇情咧唔同啦，喺呢个世界咧都会接触到所有啊嘅精灵咧都会得到加强、啊，人生咧不人生咧咪就系咁样咯，处处都系咧存在住选择啊，处处都有惊喜啊！如果中意嘅话咧，请关注 B 站清风 ，OK， 下次一定啊，好男定女 ，OK， 准备好未 ？UUL， 最后咧感谢你游玩呢一个改版。最终归为呢个任天堂所有，其非常感谢。哎，其他唔多讲啦，带住勇气同梦想向住金蝉脱壳嘅世界出发。我哋转头再见。可以，哇！一嚟系俾啲咁嘅嘢我睇，我哋唔好理佢住，我哋耐下先。啊，三年前，到底系边个出卖咗我哋？哎，呢个四天王嚟喎，你哋俾人拉咗啦，你哋啲背包啦。哎，翻嚟啦，嚟翻啲正常啲嘅世界。佢好似咁快咁样，成个节奏我冇加速，点解佢好似咁快嘅？呢啲咩人嚟啊？不提示一部一周目部分触发剧情以后咧，战斗 NPC 如果输咗咧，会导致 NPC 消失剧情依然继续问题，不影响剧情发展，因为导致很难，所以不想收服。二周目基本上冇呢咁嘅情况，但系难免咧有呢个漏网之鱼。游戏过程咧记得要备存备份，唔好开金手指啊！呢啲我就唔开啦。所有战斗打完要求登录电话，选择不要登录，否则会出现 NPC 打电话要求二次战斗，出现一个bug。基本上系战斗图错乱，同精灵等级不一样，所以呢个bug唔影响嘅，但系存在。因为游戏超过900几个需要战斗 NPC， 导致 NPC 唔够用，唔系话900几个，如非必要都唔开噶咯。OK， 哇！你个衰仔依家先起身，太阳已经喺个头顶度啦。早睡早起咧，身体好。系啦，隔篱空木老细、空木阿哥揾你，好似有咩秘密。研究所就喺隔篱啊，系啦，快啲睇睇啦。你嘅嘢咧放喺背包入面，身份证、银包，非常方便。总之揿下就得啦。做乜我哋屋企有只肥超喺度嘅？做咩有只肥超喺度？佢系咪又加咗速啊？啲咁快嘅，定系我个定系我个嘢嘅问题啊？系咯，咁鬼快嘅，点解好似？我先 save 先。哇！呢个 save 会太耐，呢个 save 耐得滞喎。都系你啦，细佬，我等咗你好耐啦。近咩咩近喺研究不可告人嘅秘密，真系头大啊！我同阿爷商量咗咧，准备咧俾你加入呢一个嘅秘密啊！太聪明啦，叫你朋友琴音过嚟，我哋首先咧赚一个亿先呢个计划，想唔想知点赚啊？卖个关子先。我屋企嘅母老虎越嚟越唔似样啦，所以咧我想赚一个亿，再将屋企咧甩咗佢啊，踢走佢，大把靓妹等紧我，边个仲会要嗰个母老虎啊？我同你阿妈事情唔好同人讲 ，OK？ 微信消息，我系嗰个老嘢发嚟啊，话咧咩计划做好喎，唔知咩计划嚟咧？嗰、那个怪嘢啊，嗰、那个阿伯啊，估个阿伯咧非常之聪明啊，冇嘢可以难到佢，今次一定成功嘅。讲起呢个阿伯啊，我同佢有好多古仔，以后再慢慢讲。陀螺啊，计划唔该你，简直中意嘅精灵有冇变？冇变。谷草叶、小脚同火球鼠，据知三只入面属性最差嘅一定系草属性噶。小脚，我哋拣谷草叶啦，好耐冇见过谷草叶。准备好未？带住精灵咧，心情都唔错啊。就咁咧去嗰个古怪阿伯屋企啦，受伤啦就用呢一个机器回血，
操作好简单，调查一下电脑 OK。去过好多地方啊，发现咗好多咧神奇嘅嘢啊，再穿过呢个吉野市咧，往北行就系啦。OK， 我知道你对我新药有兴趣，几俾啲你噶，可以恢复一啲精灵嘅血量。好，哦，你攞嚟谷草叶啊，真系唔错啊，几好噶嗰啲精灵，哇，一嚟即刻俾劲敌串一波啊，几好噶谷草叶，带住佢走咧，精灵会渐渐喜欢你啊，可以咧同佢讲下嘢都 OK 嘅。咁啊，呢度都系一啲心甘嘅剧情啦，系啊，攞完精灵之后就翻去同阿爸汇报，系啦，哦，有咩消息啊？有冇同你讲啊？有咩事啊？佢叫你攞嘢啊嘛，咁你去啊，路上小心啊，唔记得咗啊，精灵嘅手机已经整好啦 ，OK， 微信都可以打电话，用法记得，但系冇咩特别啊。佢打电话咧，佢话有笔啊，我哋唔好乱揿啦，既然系咁，呢个咩人啊？未见过。感謝名單 ，OK， 哇，咁多咁多作者，我哋走啦，終於可以離開。喂，哎呀，差啲唔記得，俾埋個電話你，唔記得。我哋終於可以行啦，真係好快啊！成個節奏，唔知係呢個 game 定點樣啦？你睇下，唔係普通撞擊咯。哇，好似已經 feel 好似唔係好夠打喎，走咗先啦。點解佢四呢嘅嗰只雀？你两个快投降啊！就凭你靓妹冇未杀完就想嚟捉我，快翻屋企瞓啦！呢个小霞，超级无敌未算小霞警官，系小霞警官。呢度点解系劈咗棵树转凳？正常嚟讲呢度有棵树噶嘛，我咩都唔使打，但系到时打劲你肯定输。到时，诶，小笑啊！就系呢个家伙抢咗我只精灵啊！小豪啊，冇乱讲啊！粒屈好人，啱佢明明我嘅精灵，你竟然抢走佢！大长老、啊、死仔包，我呢条村都真系去到咁和平，点会出咗啲咁嘅衰仔啊？俾啲颜色佢睇睇，我全部阿伯二长老、啊，好耐冇活动筋骨啊！今日要痛快一下、啊，好耐冇打人啊！你班老嘢想点啊？想走？哇！咁犀利，接招啦死仔！呢班老嘢想杀人，哎呀，想走，追，等埋啊！喂，什么剧情呢？喂，啱啱个家伙竟然咧抢其他人嘅精灵，真系咧唔似样啊！喂，你路上咧咩一次曙光啊？等我嚟帮帮你啦，唔使担心跟我嚟。你做乜咁烦呀？行快啲啊！我慢慢行，你跟住你先啦。呢度精灵中心啊，将手写精灵带嚟咧就可以医好啦。里面啲乔伊妹子咧好靓啊，门口呢个姑娘都会送嘢俾你。呢个唔系馆主嚟嘅咩？有好商店，最近咧好似老系缺货啊，卖唔到双药。前面三十号道路啊，路上都有啲咧智慧精灵出嚟战斗人。向前行咧就系呢个个古怪阿伯嘅屋企啦。哇，咁多嘢喺呢度！正如你所见系大海啊，大海咧你都系边个都唔中，边个唔中意海嘅味道啊？系唔中意讲咩？唔知咩意思嘅呢句。依我屋企啊，行咗咁耐嘅礼物咧，俾个跑鞋你啦，啱啱着住仲暖嘅，讲笑嘅，全新嘅黄金市啊，等我送啲东西俾你啊，好不变石学习装置、高级球、解毒药、清醒药。呢、这个十咧十血果，黄金事件小西，诶，眼睛咧真系亮啊，匿喺度都见到，快走，唔好俾人发现。唔知咩剧情咁鬼多剧情嘅，点解好似你睇我身边 X 喷火系好有型，系用 M 进化石进化嘅，呢个 game 好似都有进化，好似都有 Mega 进化，唔知系咪啊？呢、这个 game 暂时睇落已经劲多古怪嘅。全部啲奇怪劇情啊！呢度究竟咩事啊？仲有，你睇嗰边个肥仔睇咧，外头外佬好似会送嘢俾你，不过你要游过去。比华拉喺度打紧拳，我喺度训练我嘅比华拉，为咗打败呢个大魔王小西，打败咗就嚟揾我啦。我要留住我嘅生命啊，因为听日嘅太阳都会继续升起。边个知道听日嘅海浪又会带啲咩俾我？我咧喺度咧调查地质啊，呢度好似可以掘洞。佢呢度好似好多 NPC 都有改过喎，搞咩啊？跑咁快送多个礼物俾你，
地图卡，我记得啦，冇咩特别。我又有劇情，我点解又走散嗰啲兄弟咧？唔理啊，先去前面问问。咦？呢、這个一个火箭兵团啊，我见到一个咁高咧，点解佢哋都够打嘅？凭住呢个谷草叶强劲嘅谷草叶，应该都赢到啊！呢度咧正喺度装修啊，唔好靠近。OK， 小拳石唔使自己赢到小拳石，岩石系。咁有海星星喺度，诶、欸，传说嘅精灵就劲嘅咩？做乜佢有只啲嘢喺度嘅？等等，咁偏硬嘅大叔屋企，你竟然咧大摇大摆路过，企喺度，沿住呢条路一路往北边行咧，就系、是、嗰个古怪阿伯嘅屋企。但系喺嗰个之前咧，先听下大叔，你有冇金果啊？金果一日一个咧就会生出嘅果实啊，我屋企都有噶，好好噶，整精灵球嘅，好有用噶。见友员送你一个盒啦，我记得冇咩咁特别。我又哇又有嘢嘅雪拉比，元宇宙起源心金真身阵啊，系波波用呢一个快速攻击，系、啊、波波啊，竟然仲有只比卡超，全不费功夫啊，睇嚟可以攞到只比卡超啦，捉住比卡超先，唔好俾佢走甩啊！你哋咩人啊？对嗰比加超做啲咩啊？Nicky， 你诚心发问，我大发慈悲，为咗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保护世界和平，故此爱与真实嘅邪恶，可爱又迷嘅反派角色，武藏小次郎，穿梭银河嘅火箭兵团，白洞白色嘅名碟等紧我哋，系咁啦，喵。嗯，雪拉比，呢个系穿越时空嘅雪拉比，咩回事啊？咩鬼嘢啊！依家呢个系咩过场？诶、欸，我真系将佢穿梭到呢度啊！咩回事？我要呕啦！呢度边度啊？李家超咧去咗边啊？呢度好似系成都喎、啊！唔理啦，我哋走先。我真系将佢穿咗佢。喂，点解我系喺度嘅？乱咁嚟嗰啲嘢，点解我又嚟咗呢度嘅？哇！呢度又有咩？所有人已经出咗嚟啦。今次嘅逃跑计划非常成功，成功系成功，但系我差啲冇命、啊。如果唔成功咧，点可以对得住我貌咩如花似玉嘅面啊？好好好晒，你牺牲即上，点解见唔到战神？边个系战神？边个都可以唔出嚟，佢一定要出嚟，佢争我一餐饭，净系识食。你理我，好唔理你啊！佢哋喺边？好似一啲搞笑搞笑对话嘅改版咁喎，呢个逃犯乜嘢啊？什么鬼？诶、欸，呢度有棵树喺度，你点走的？哎呀，头先咧恐怖博士咧寄邮件嘅就系我啦，听起同恐怖博士合作不可思议计划咯。呢个系原珠市嘅部队寄俾我啊！点解呢个计划喺你哋乡下冇见过啊？呢、这个究竟系咩咧？我谂咩恐怖博士应该都知嘅。关于计划嘅研究方面咧，恐怖博士咧好清楚。出名嘅大木博士都系咁讲啊！你系咪仲会翻去啊？可以休息一下先。就系咁啊！我系高级杀手大木博士，哇！啲剧情越嚟越奇怪啊！我要去拜访朋友精灵爷爷啊！但系听呢个恐怖君所讲咧，会有人送嘢嚟，所以喺度等啊！哇！带住咧好少有嘅精灵、啊，诶、欸，你都系俾恐怖帮恐怖研究系嘛？佢点解要揾你嚟参加咧？参与呢一个嘅计划，我谂咧我都明白啦。因为睇嚟咧就好似会搞事嗰啲啊。哦，系啦，相信你嘅实力啊，拜托一样啦。其实最新型嘅精灵图鉴啊，高科技图鉴，我谂交俾你啦。佢见更多嘅精灵咧，将呢一个未完成嘅图鉴咧变得更完美咧。O、okay, K， 交换嚟电话，好走啦，劲多嘢讲呢班友，出咗大件事，快翻嚟。呢、這个根据原版就系发生呢一个系精灵被盗嘅事件啦，我哋睇下系咪啦。好，唔好挡住啊呢个细路，冇见到一班警察揾紧我咩？听唔明我讲咩啊？而家废物啦，最近实力都变差咗，正我攞嚟练一练。好硬银啊 ，M K 仔，哇，一嚟先就输咗啦已经。呢度好似会可以
输嘅。唉，果然系咁啊！我会努力逼佢，等住。我咗班兄弟即刻叫你咧揼你啊！有种咧放学唔好走，俾翻我，唔好俾偷我嘢。我偷佢啲咩嚟？米拿君，点解你会喺度噶？最近有一班火，一班犯人咧入狱啊！我正喺度跟踪紧佢哋。你有冇见到可疑嘅人？咩话？你系佢哋老大？等先，等先，呢个人冇关嘅。我见到啊，深红色头发嘅男仔偷到你潜入呢度。我哋见过其中一个可疑啊，佢叫咩名啊 ？M K 三就系你啦。咁就去继续跟踪妹妹啊，唔系，系跟踪个犯人。洗清嫌疑太好啦，记得我哋嘅约定。太糟糕啦！啊，系啦，怪爷已经系发现系咩啊？即系 U 盘计划呢个 USB 啊。的确好完美，我仲需要啲研究嘅时间啊。不过依家咧仲早，唔可以走漏风声，暂时系咁啊，都难得噶啦。唉，或者每一封信或者好似要三年时一样，遇见啲咩不测，放喺我度先啊。呢、这个计划一部分需要八个徽章，八个徽章咧喺各种嘅道馆馆主手上。我都觉得咧你唔一样噶啦，咁样睇嚟咧会变得更有趣啊。送俾你嘅精灵已经好亲密啦，好啦，你去附近嘅道馆将佢哋打败，然后攞徽章翻嚟啦。佢都好强嘅，总之你加油啦！出发前同阿妈讲声 ，OK。哦，你想出去打工啊？好啊，你要寄信寄钱一个月一次，每次攞钱过嚟翻嚟存钱。我同隔篱嘅原配斗争钱系好重要，要帮我妈否？我好想小心。OK， 呢一只改版玩住咁多先，咁暂时睇下呢只改版咧，劲多一啲奇怪嘅对话啦。佢加咗好多一啲，加咗好多人物落嚟啦，一啲新嘅对话啦，系啦。我哋周围望下先，呢、這个应该系琴音木棋，這個、呢个咧做咩呢度有条友嘅？小龙用透脆，我想撞几只高精灵嘅高等级嘅精灵嚟练级。喂，小龙等级太低，呢度冇得入噶。上面呢度咧？你系边个？隔篱嗰个狐狸精经常勾引我老咁样落去唔得啦，我要喺佢油肉上读啲老鼠啊！听到啦，唔好讲出去。经常唔翻屋企 ，OK？ 呢个就系嗰个咩空木博士嘅屋企人系嘛？呢、這个咧风车转，好啦，咁呢个 game 试玩到呢度先啦。咁佢啲剧情咧其实都几多下嘅，同埋啲剧情咧比较贴近好似依家生活咁样咯。佢就唔系一个类似精灵世界嘅一啲设定啦，系啊，比较贴切系可能。好現實 feel 啦，咁講，同埋啲對話都幾神奇下啦，只能夠講話係啦，比較親民少少咯，可以話係。啊，佢就唔係好似之前有啲改版咁樣咧，佢就有一個世界觀嘅，即係可能精靈誒喺呢一個時代入面，你喺乜地區，咁呢個地區咧每個人都係咁樣踏上呢個旅途嘅，係啦。咁呢個咧就唔同啊，呢、這個就比較貼切係嗰啲比較奇怪咯，只能夠講。OK， 咁啊試玩住呢度先啦。OK， 咁啊下次再見，拜拜。